年后，那对父女也是一样。你跟女孩只有12岁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杀了陈缺，你故意把那个手给留在那里，因为你知道我会去查。果然我查到了这个手机是连山童做的，连山童只能和百里岩有关系，所以你煞费苦心的引我去百里家，就是希望把百里岩的死栽在我的头上。百里府办刑事之事，有没有办法让我缓解去？ 为了让我死心，引来那么多船夫在这里吵架，大吵大闹就是为了让我听到，然后你故意引我去到船上，让我跟你搏斗一番，让我以为我杀了石榴烨。如果我不这么做，你早就死了。无数次。 你挡在我面前，扰乱神道的计划。换做别人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掉。你不依不饶地追查下去，即便是我利用替身，都没能骗过你。作为石榴叶，我早杀你百次千次。 这一切还是被你看破了。